12月4日，王诗龄在微博晒出自己设计的海报，并且兴奋地表示，我设计的海报被学校官网选中，有点开心。看来王诗龄已经成长为一个小艺术家了。他此次设计的海报和圣诞节有关，房子、圣诞老人、麋鹿、圣诞树、烟花，花体英文应有尽有，画面十分和谐，看来王诗龄很有天赋。王诗龄设计的海报，对此网友表示，我们宝宝就是优秀，有种闺女长大的骄傲感，宝宝想象力好丰富哦，这幅画莫名有点小可爱。今天你再次给我们惊喜，你每天都在进步，加油哦宝贝。王诗龄人美嘴甜，萌呆可爱，她懂事、机灵、聪明，同时她还有着令人羡慕的好个性，特别是她的自来熟，能很快跟陌生人打成一片。